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们出门，因为我们虽然一天到晚出门，但是有个状况就是你在打包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背包坏掉了。我必须承认，台湾的服务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时候很紧张，就上网去查，因为我隔天我就要晚上就要搭飞机的，就上网去，我就发现，你知道，我去网络那种有24小时的那种平台，对对对，你去买东西，结果一看我就看到，哎，这个包包它的功能性非常的好，你打开来看一下，它有很多的一个层次在那边，而且是什么呢？我还发现我买了这一个包包，对对，它竟然还送了一样这个东西，那什么？电子表啊，现在最流行的啊，哎，这一个要800多块的价钱。因为你知道我这个包包才买多少钱吗？我才买2000出头而已，这么便宜。我这次送你的这个东西，会不会是赃物？不小心买到的，24小时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在跳蚤市场买的，然后有一个老外在找包包，他赶快脱手。哎，这名牌的，这世界名牌，这是有牌，老外掉了，不可以拿，我们不可以随便拿别的牌子。重点是，你就可以开始旁边勾选买很多东西。那我刚刚不是去买哪一家？就是24小时快送的那个，就网络上面就是我今天订，明天就可以到的那一家，6小时就到，6小时，非常的，我真的吓到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家快到哦，我不敢乱订，因为我明天会不在家。那但是我知道他明天就会到，所以我要忍3天之后我才。你会觉得他很快了，快到太有效率了。有时候你突然间想要，人家会说会来不及的。人家平时用招谁惹谁，对消费者嫌快。我要出去耶！我有一次快到生气，我半夜3点买，我想3点买是半夜。这跟帅到分手是一样。明天就来了，对你半夜3点买，你最起码你也2小时，你给我后天再到。就他第二天早上10点来，哎，我今天早上就说了这样。他是自然型宝贝，对，你在那边乱按，而且他真的是会让人家很压抑，说你一直想买，一直想买，我突然间看到就说，哎，因为他三 C 产品全部都列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去，我刚刚拍很多的那个水下的照片，那我要买那个水下的相机，上面也有买，重点是那水下相机以外呢，旁边你一定要买什么记忆卡，对不对？他会告诉你说加了记忆卡，还有折扣价，这是最讨厌。你要不要买？一定要买。然后莫名其妙，因为它的层次太多，东西太好了，你就觉得我一定要买完以后，顺便又多买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是什么？好买，因为要做长期。我们打开是饭店的吹风机。没有，重点是，我跟你讲，你先想想看。你知道长城飞机一定要坐得舒服，这个牌子你知道是英国的牌子，它超厉害的是它根据人体英国脱欧了，对，所以价格便宜。我跟你讲，重点在这边，价格便宜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牌子我以前我老惦记的这个事儿，我以前看很久，是因为它是人体工学，对，我们一般买这个颈枕，这后面是一圈，你这样卡住的时候，对对，你就变成你是这样子，因为后面还有椅子嘛，你会不舒服。可是它这个放的刚刚好，重点是有没有？它随时都可以做调整，对，完全都不用担心。对啊，你想要这样调整也都 OK， 然后再弄回来都不会坏。而且它很贴心的人体工学是，有没有看到这一块？这块凸出来的，你看它刚刚好这样卡住，你就可以睡觉了。网络上不是现在很流行，有很多说什么这样的吊子是这样睡的吗？坐火车也对，很奇怪。可是这个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很舒服的躺就好。重点是就因为去那边买，买了以后，结果莫名其妙就蹦蹦蹦蹦蹦，一路上买了下来。可是你必须承认一件事，台湾的服务真的非常好，真的。隔天马上就来，我飞机上飞机前通通都来得及，全部还可以再打包，对，方便啊。再来换我，管他的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出国啊，有2大法宝，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就是国内，我这2大法宝是我必备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温热的按摩枕，因为其实妈妈不管我今天上班啊、带小孩啊，或是出国玩，其实都很累。那你自由行腿一定会断，所以呢，我都会把它带出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哦，它轻巧嘛，很方便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功能它是可以正转又可以反转，还有它不是一般的按摩枕，它还有温热的功能。所以你今天就是自由行，只要腿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把脚放在上面，哎呀，你就舒压了，根本就不用求老公，因为求老公下辈子的事。这个东西我有，我晚上的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拿来靠腰，对，
就是靠在腰后面这样躺着。对，因为它其实就很像真人按摩，所以对，这个我也是在刚刚跟那个世凯兄讲一样的这个网络店买的。对，而且你今天累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下马上下单啊，我在坐台北，我6小时就收到，对，我也不用花大钱去找人家按摩的。然后因为它还有，其实还有一个刚刚没有讲到，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，因为你看我什么业，我是网络业的嘛，所以网络业我很熟。其实它有时候会搭配一些折价券啊、购物金啊，甚至它会有限时的下杀活动。而且它还给你什么？马上先下单。对。而且它还给你那个分期付款。对。告诉你真的是划算。我也是错过，就隔天再来买，这就没有那个价钱，这就没有，会存心肝当下，所以你要存心肝，你一上那个网，那你就不会停了，你知道吗？王副总，你为什么那么激动？对啊，因为我真的有买这个，一直都很激动，我真的有买到，被他买走了。你是属于易怒的性格，这开头影响到你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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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加一个，好，你要怎样？我帮你买，我要想要，我要加一个，我就在刚刚讲那个什么厚的买的。你老婆代言的你什么水4个字？哦，在那边买的。我跟你讲，太过分了。他那边就是在那上面买，还有一个 package， 你要买，我都买那个安什么安容什么保湿的那一瓶嘛。那可是呢，在那上面买。早说嘛，我给你嘛，这是。我喜欢占人家便宜，我要占便宜我的便宜。还是这样一包。有一罐，旁边送2个旅行的，那个旅行的帽是30帽，出好大，容易跟保湿的。后来我不在柜上买，因为一样的价格，他这边 package 是有送那个超对，他常常都很多你要换方案，可以啊。而且像我这一颗平常买要3000哦，但我那时候在他就是做活动的时候买，只要1000块不到。我用我刚刚说的购物金再折100，哇，划算。车上可以用？可以，他还有车充，哦，随时随地帮你按摩。这个我要。对，我就不需要老公了。团购，团购都觉得这边空空的感觉。对呀，可以顺便按摩，又可以垫着。